家都有听过，但是我把它做了一个就是纤维的改变，我把它弄成就是那个有点谈恋爱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阿美族男生很喜欢谈恋爱，是不是？就前面那位男生，你就是谈过恋爱才会在这边做啊？好像十首里面八首是谈恋爱。对，不是阿美族，就是很喜欢谈恋爱，你忘记了？没有啦，因为这首歌哦，就是它源自于那个这个创作的灵感，我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那个马兰的一个长者，他已经不在了。然后就归南，他的那一首那个饮酒欢乐歌，但是那个好像也叫做欢乐饮酒歌，可是这样反过来反过去好像都一样，因为阿美族讲话都颠颠倒倒。反正这首歌就是非常的开心啊，因为它就是我们那个我把它改写成一首情歌，然后送给大家，这一首歌叫做《青涩》，大家听听看，谢谢。
那个五分的力量唱那个所谓的那个刚刚老师讲的复音式唱法。对，阿美族的那个歌曲里面有那个很多那种老人家的那个复音式唱法，但是我们还不是很熟练，但是我们很喜欢在做传承的工作，因为我们也是文化的追随者。OK， 尖叫一下好不好？那个，哎、欸，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在那边乱叫？哎，就保持肃静。好 ，OK。哎、欸，对，刚刚那个唱法就是还在练习啦，当然希望他不要见怪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。